儿媳妇是小妹吗？哎，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大惊喜。儿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吃了。帮他还不先整死抹走了。你确定是那方？这火锅里面料真是足啊。我就说你娘俩坑我吗？果然这个碗里也有蛋。看来今天这波炒作赚大发了。还有啊，老妈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的小份里放这么多蛋。这个碗我明白了，看来我这碗才是好吃的。那当然了，它是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当然辣了。这都是牛油锅底的，你尝尝这川粉，这川粉好吃。好吃，应该是红薯粉的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啊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自带蔬菜包和川粉包，像这样一盒啊，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。今天在我这儿，我给你两盒、四盒，再加三盒，一共到手是7盒，只要39.9块，合着一盒啊只要5.7块。你平时啊放在家里啊，放在办公室里啊，可以多囤一点。吃完之后呢，也不用刷锅了，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省事儿啊！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哇，看你吃的也差不多了。看看我来吃啊。哎呀，你都吃了。儿子，你吃大份的。哇，你说吧，快拉倒吧，拿我当猪呢，给我整这么大份。儿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惊喜？哎呀，那我就把惊喜给吃了。这是什么？帮你还不先整死抹揪了。真香。你确定不吃这大份的？鸡蛋，我这俩坑我吗？这次我可不上当了。刚才看见的鸡蛋呢？难道是我看错了吗？还有，哎呀妈呀！这次我可赚大发了。啊，真香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咋的呀？没鸡蛋就不吃了？等你吃完，我好吃肉。做梦吧。这香锅面好吃吧，儿子？哎呀，好吃，辣，爽，好吃！你不吃大份的？我就乐意吃小份的。家人们，金麦郎他家，我跟你讲，不愧是国货之光啊，出了一个吊打麻辣香锅的香锅辣面。关键啥？人家这一桶合下来啊，还不到4块钱呢，又香又麻又辣呀！你吃一口，我跟你讲，都辣到你原地爆炸呀！我拆开给你看看啊，看看它里边这个，哎呦，这面饼太实在了啊！看人这面饼又大又厚的呀！再给你们看看它配的料，配了4包料，除了这个粉料包啊、蔬菜包啊，它还给咱配了一个海带包，然后还有这个。就这个香锅辣酱啊，就这玩意儿我跟你讲，你一吃，哎呦我好吃的都没有朋友啊！像你平时下班回来不知道吃啥，或者在宿舍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你就来上一桶这个啊，别提多绝了。东西啊给你放在下小吃了，喜欢的赶紧囤。哇，哦呀，儿子吃饱了啊？哎呀，吃饱了，我可吃上了。啥肉？哎呀，这大肉饼啊！给我回来。来来来，儿子，你吃大份儿，我就吃小份儿。你可拉倒吧，拿我当猪羔子了，要吃那么多。儿子，这里可有惊喜啊！惊喜来，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说什么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有你后悔的时候。确定不吃这个大份儿的？鸡蛋，我觉得你坑我们。果然，这个碗里有鸡蛋。老爸这心眼可真多，今天真是赚大发了。啊，真香。儿子，这拌面好吃吧？好吃，
好吃你不吃大味儿的？我居然吃小味儿的。这样吧，白象新出这个钵钵鸡拌面真绝了，看这家伙有面还有菜儿的呀，哎呦我，而且还是地道的川味辣，咋吃都吃不够啊。你看看人这小面，哎呦这食欲啊，太有食欲了。关键做法简单，你用开水冲泡完之后，拿那个酱料和蔬菜这么一拌着吃，麻麻辣辣的，老地道了。东西啊，给你放在下面房车了，喜欢的赶紧囤。哇，哎呀，儿子吃饱了吧？嗯，好。哎呀，我可饿了。哎呀，这咋整啊？今天姑娘就等着吃空气吧。老爸又在这套路我。赶紧盖好，可别被发现了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今天就让老爸后悔。姑娘，吃饭了。来嘞。哎呀。哎呀。选一个吧。选一个。啊。哟，这骨头都搁外面露着呢。我选这个。不后悔啊。不后悔。我可吃我这个跟前这个了。呀，我的香菜面配鸡蛋，哎呦，最爱吃了。今天真是赚大发了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一口一个鸡蛋，真是太过瘾了。嗯，看老爸吃的也太香了，我都饿了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香菜面也太好吃了。真是怎么吃都吃不够。咋样，老爸？这香菜面好吃吧？哎呀，好吃。嗯。这样吧，白片真的不愧是国货之光，就他新出的这个超香香香菜面啊，真的太适合我们这些香菜爱好者了啊！它这香菜味嘎嘎的浓郁啊，而且他怕咱们不够吃啊。特意准备了两包这个香菜包，我真的是快乐翻倍啊！它这个面条真的是劲道爽滑的啊，汤底也是那种又鲜又浓的，嘎嘎好喝啊！你像平时啊，你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桶啊，真的是刚刚好啊！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啊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哎呀，老爸，吃饱了吗？嗯，吃饱了。嗯，吃饱了，我可要吃了啊！哎呀，这大鸡腿！哎呀，等等，姑娘，给我呀，姑